回吧。小心一点，不要着急交城，因为它有可能是三蓝开的啊。牛驼在那里干嘛呀？你看，对的不对？有些人就不理解啊，说主播你在干什么？肌肤修我蒙要吸，W A Q 往前走，躲他外圈挂 A W 啊，然后 A 下先手过 Q 一下。来我 F 六了，来我 F 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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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你进的是遮野区 W 过来，等下交闪闪现 A Q， 在一个中心 W， 你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我是主播呀。W Q， 对不对？为什么要 W Q？ 一定要注意这波细节是什么？主播没有录制，我提哇，这波是真的帅。细节就是你不要开 Q 再过去，一定要 W Q， 因为 Q 技能能重置普攻，即使你被他晕到了，重置普攻的技能也是能放出来的。所以我们 W Q 就能在他 W 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还能打得到他，能理解吧？但如果说你是开个 Q 过去的，这波就打不到他了。然后这波细节就是我们 W 他身上，他肯定会交闪现躲我们的 W， 我们要马上闪现 A Q， 然后等第一个 W A 就能打得死他，果断啊，果断一点。对吧？哇，这把主播从一开始就全猜到了呀！这莉莉亚想干嘛我都猜得出来。但这波的话，他们中单是攀升，然后我们下路被线杀了，所以我们不能去他下野区啊。我们这波吃完蛤蟆，把河蟹吃一下，然后蓝 buff 不要刷。我们身上有蓝 buff， 带着蓝 buff 去上路，他绝对猜不到我们家里还有蓝 buff 啊！这蓝 buff 就留着啊。这莉莉亚出来要刷两组野怪才能升那个啊，还能升三级，所以这河蟹他不会着急来刷，他会先吃个 F6 跟红 buff 才能升三级，甚至升不到三级啊，所以他应该会把下野区刷一下 W 一下 A 一下 E 一下 A 一下 QW 一下，然后再回去最后一秒放个 W 再放个 W 啊。
看到你想做乜嘢 ？W 一下 ，Q 一下啊！得走得走，直接使用高地战略，高地战略。没事，在这里蹲他，我就不信你们能保护他一辈子。他绝对在吃石头人，吃完石头人要干嘛呢？毫无疑问啊，这个红 buff 是他绝对无法逾越的鸿沟啊，百分百要来吃红的。哎呀，他如果不来，我们在这里回吧，我也不敢吃他这个红啊。哎呀，东方睡哥，你不要老是乱禁言呐、啊，这个是主播经常看的水友，你不要禁言，赶快把它解开啊！你们别吵了，别吵了。哎呦，你们这样真的主播很没面子呀！今天直播间人这么多，有很多新观众，一进来看到主播这些老是吵架，真的不行啊！这把得买三元书啊！别吵别吵，兄弟们，给他解开，给他解开！哎呀，兄弟，你们怎么回事呀？呵呵，他在吃我这个！哎呀，来人来人，他想干什么呀？给他解开，给他解开，都解开，都解开，都不要进，都不要进，全部解开，全部解开。全解全解，半身三杠一啊，还好像要回，那我们来把他这个吃了，但是一定要注意，就是刚才潘森他在这里过来了，说明我们这个红 buff 这草里可能有眼，知道吧？这把队友有点逆风啊，主播得认真打了啊，兄弟们，你们好好看主播表演好吧？这种逆风局，说白了，这种转一转二逆风局，哎呀，潘森哥，我闪现，哎呀，多的我的，走走走，我就知道这有眼呐、啊，但是主播还是抱有侥幸心理，他有大我就死了啊，吓死人了呀，真的，这波说实话，你们这些弹幕是有点责任的。因为主播如果是专注在玩的话应该不会死的啊，那这和解只能给他这莉莉亚，这把能撑住有局势呀，不然这把应该能压他很多级，搞到现在就比他高一点等级，高他一级半吧。没办法，咱们这把三路都是没主动选的，下路上路被打爆，中单的话又是没有就是他们潘森能游走打架厉害，我们没办法操作呀。但是小问题，越是这种局主播越能教你们怎么玩，好吧？那主播我只能趁队友局势啊，呵呵，这团队游戏队友逆风，那我能怎么办嘛？那主播也没办法呀、啊，看对面烂不烂吧，看对面烂不烂吧。我野区其实也是很大优势的，说实话，这把前期思路好好呀，有一说一，前期思路是真的好啊。到底是谁在吵啊？主播我是真的没看呀，宝子们真的，哎，你们不要吵了，我其实你们谁对谁错，主播。真的不想研究，因为都是兄弟啊，每个人三观不一样呀，很难说那个的，知道吧？小心攀升开大，小心攀升开大。咱们这只是一个直播间呀，主播不是包青天，兄弟们。哎呀，别人包青天他有展昭替，他断案说展昭，你去帮我查一下。而主播这个你们在这里吵，等一下出来就说主播你怎么又在这里干嘛干嘛的？你怎么不管管？哎呀，主播又得在这里讲细节，又得在这里博弈，又得在这里去看队友的位置，又得看小地图，还得想对面打在哪里，还得思考这把有没有可能被他们针对啊？然后什么出装之类的，然后要拿龙还是支援还是防野还是帮队友还是刷野，主播要想的真的很多，你只需要躺在床上看手机看主播直播笑呵呵的，然后说在那里吵架没什么压力啊，然后等下还要怪到主播身上，真的，你们实在要吵啊，你们谁真的，等下你们两个主播给你们建个讨论组啊，你们直接进游戏，你们直接去语音啊，主播给你们建个讨论组，你们语音去直接骂就完了啊，你们不要在我直播间吵啊，然后东方睡哥啊，你刚才不管是谁啊，你全部给他解开啊，全部给他解开好吧，全部给他解开啊，除非是那种地狱黑的啊。这个小龙的话这把拿不了呀，逆风情况下要拿小龙是很难的啊，咱们这把打得很好了啊，慢慢打，如果输了也不要怪队友，因为明显
兄弟们，有些人就说，哎，主播你又卖队友，有没有玩狗熊的？我求你了，来一个玩狗熊的帮我解释一下。如果你是狗熊，这豹你想杀你，你爽不爽？我就问你，这豹你想杀你，你舒不舒服啊？ QW 拉开惩戒，别，兄弟真闹麻了，小小狗熊，你知道我是美洲豹吗？啊，那小狗熊真觉得美洲豹打不死你是吧？第一时间不能打，因为他征服者解满了，他没有点征服者，但他有大招，他有个那雷霸形态啊。第二时间通过主播顶尖王者拉扯 ，QW 拉开，把他 Q 技能拉扯掉，然后再加个惩戒移速加成，然后反手再连续的神奇之 Q 直接把他拿下。OK， 就等对面浪就完事了啊。这把买个火炬吧，应该买大面具的其实。泽哥在不在？泽哥，泽哥，你快帮我把他们解掉啊！我这东方睡哥可能不听主播指挥啊！哎呀，不行，这样不行的！哎呀，我来啦！哎，可能有闪呀！有一束光 ，Triple Kill！ 哇，这个硬普曼，你瓜抓 Q，OK OK 啊，咱们不能吃太多头啊！天哪，这个 ADC 好会玩呀，兄弟！主播之前拍到硬普，我就感觉他身上有股硬普的影子呀。硬普哥的这个轮子嘛，就是他玩的三板斧啊。硬普哥的话，他最厉害的就 EJ， 第二厉害的就是滑板鞋。滑板鞋跟 EJ 是差不多一个水平，都是超顶尖的。第三厉害就是这个轮子麦啊，他这三个英雄玩的是最好的啊。不过他那个老鼠的话听说也是很厉害，但主播到我他不怎么玩这英雄，我记得反正他那个滑板鞋跟 EJ 真的特别顶尖。说实话，主播单子排到硬普我感觉就稳一半了，真的就只要帮他下路稍微帮他抓个一两波，基本上他后期都能一个打好几个，打团给他加加血就赢了啊。我单子一排到他就直接买那个圣杯加那个香炉，以前老版本是可以买这两件装备的。这把起飞了呀，主播这把打得这么好，搞半天啊你们还要一直吵架呀，呵呵，没有吵了没有吵了啊，都给主播个面子啊。咱们是一个正能量主播呀，直播间不能出现这种。nice 啊，人头无所谓的，我们三叔叠起来了啊。这把我真的好极限呀，前期也打得好好呀。坏了，牛宝卖了吧，没事，牛宝这波很聪明啊，他没有开大招。可以啊，没事。这波挺赚的啊。没关系啊，牛宝这波死是赚的，而且他没有交大招，很好。交大招的话就有点浪费了，说实话。哎呀，呵呵，别整，你们在搞什么？真的，本来其实是没什么的。哎呀，闪现钩！哇，不是真吓人呀，这波死了你们真的一人一个小星星啊，谁的问题吗？不是，本来主播是不可能被他搞的，搞的主播都差点死了，这波差点你们就是负责呀，还好呀，运气还可以啊。哎呀，我死了，别潘森不要闪现打我，哇、哦，差点你们又要背锅了呀，没事，主播尽量认真玩啊，不能让兄弟们背锅，这把好好打啊。输了兄弟们肯定会很愧疚，就是因为你们吵架才导致主播没有发挥100%的实力啊。咱们这把有两波啊，好可惜啊，差一点点啊，这两波都没死，完美啊，还行。主播我可以背锅，但我不舍得让兄弟们背锅，好吧。别打，下路不要打、啊、这一区的人就是好呀，一区钻石分段的啊，钻四钻三，你看他们都不吵架的，这么大的逆风
都没有人打字，真的美味的很啊。咱们以后就多打一区吧，一区也不是说没有摆烂的啊，但是正常就是人比较多嘛，人多的话就基数就比较小一点，知道吧，就是摆烂的比较少。如果一个地方他人很少啊，如果有摆烂的，这个环境就会很差，因为就是人很少，那些想认真玩的玩家他一般就不会再想打排位了。但是一区人多呀，偶尔就是摆烂的比例是一样的，但是会导致一些心态好或者想认真玩游戏的人就不太想玩了。如果就是这个区人比较少又有摆烂的话，能理解主播意思吧。一区的基数比较大，所以摆烂的就比较少，就因为这个原因。救他救他啊，拉扯一下啊，没事，慢慢打。他 W 好了 ，W 抵消控制，走位一下啊，走位一下。泰坦闪现给我吗？泰坦有闪的啊。队友快来，队友快来，守一下，守一下，家里要呀。他还守个打出来了，等小龙，等小龙，我们等牛宝复活。牛宝这波大招没有好啊。等等等等等，小龙刷新了，别着急，我们牛宝没来。OK， 这里可能有莉莉亚，小心莉莉亚丢保龄球啊！这个真眼我们只需要 A 到一下就能就有钱了，知道吧？小心小心这里。Nice， 这个位置很好啊，这位置应该能随便赢，看到没？主播在这地方真的好有用啊，我说实话，真的巨大作用。吼吼，急了急了，他们急了，来点人来点人啊，小心点小心点，神奇无比动 OK， 怎么说，三千 WEQ 古巴卡萨布，神奇 Q 走位来打，来来来，能拿什么，先锋先放了吧，先锋没啥用啊，早知道闪现 WQ 了，这样卡萨应该死了，这个闪现 WEQ 也没问题吧，算了，来小龙来小龙来小龙，把塔吹了把塔吹了，先把塔吹了吧，哎，这塔主要有点吹不掉呀，走走走，来小龙来小龙，小心他们抓大龙啊，他们有卡莎的，所以我们这小龙打到一半我们就要往大龙赶，知道吧，来来来，他们要抓大龙，我们站中路，不要着急不要着急，不要打小龙，他们要抓大龙，他们要抓大龙，卡莎没有闪，他们要抓大龙，OK， Q 到卡莎了，卡莎没血，给前排架空小血 A 一下，然后 Q 他妈卡莎 Q 后排，然后 QW 拉开，坏了，我死了啊，我的我的，吃到保龄球了，坏了呀，没事没事，这波怎么说呢，有点尴尬呀，他们死掉不垫他一下吧，小龙来打，小龙来打，我们打团别急着冲，就打前排，我们双射手，双射手，双射手，被莉莉亚一到了，应该是一到队友建设到主播了。说实话，来来来，呵呵，是有点坍塌了。其实把二塔拆了就来打小龙，然后我们大龙可以守，因为如果你第一时间还要拆高地，那你就拿不了小龙，也拿不了大龙，而且我们没办法回家，他们家园卫士更新完装备出来，我们打团就打不过，知道吧？这样我们只能守一波了，不能过去了，我们双射手这把得发挥作用啊，不然很难赢，他们好像要买魔看，看起来这个善良买了好多魔看了，咱们现在就守就好了啊，不着急，反正他们也没有拿龙魂的机会，就一个大龙啊，给他们拿点大龙的冰地油是罢了啊，一下 AQW 一下，小心啊小心啊，
这里有个绿绿啊，你俩这把玩的好舒服啊，他队友能一直给他过渡到他发育要起来的时候啊。走走走，没事没事，小问题，守一下吧，守一下吧。哦 ，Q 不动他呀，他买魔抗了，得来点人，就是那个一下呀。主播现在有点打不动人呀，这把你看，看到没？我们这个伤害老高了。加狗血，打他打他，拜托了，哇。Nice， 加血加血，好好好 ，OK 啊 ，OK， 21层了，走一下走一下 ，W A E Q， 坏了坏了，这里有绿绿啊啊，队友怎么还过去啊？能走吗？这波其实有点不应该再过去了，别急呀、啊，别追别追，我们不能着急往前走啊！这把游戏，我们这把游戏得打后排。其实这波应该买牛灯的，不过也没办法吧，买这个也行吧。这把感觉得买法穿了、啊，因为对面买了好多魔抗、啊。噔噔噔噔噔。卢仙小心一点，我们这个轮子妈伤害好高啊，这轮子妈还可以啊，主播就怕没有物理伤害啊，轮子妈有物理伤害，即使他买魔抗，我们轮子妈能打肉人就还可以。等轮子妈大穿呀，大穿等下一件大穿吧。主播打得动这攀升呀，哇，这个 ADC 其实也还行啊。等小龙等小龙等小龙，别急。这波应该买那个炉灯的，因为对面魔抗太高了，这个死法穿等于是没啥用的。他没大吗？他没大吗？还行，他交闪了，还好我没有扑过去啊。这草里有眼的，没事，队友那边应该打得赢吧。把中路线推了，把中路线推了啊。哎呀，好像被一波，应该也不会，也不会，也不会啊。把炮车 Q 一下。Nice nice， 没被一波就行，没关系啊，小问题。中，卡莎踩个 W 应该死了，那边不知道有没有 W 啊。可惜了，这样就死不掉了，因为我把红惩戒放了，红惩戒是百分比伤害，红惩戒如果有就是 CD 的话是打不死卡莎的。来团来团。我得提前放 W 啊，但这波中线更加重要啊。这波小龙是先刷新的啊。哎呀，来来来，我这里如果死了很委屈啊，肯定兄弟们要说我，但是这个地方我们得来啊，我们三男有 TP 的。这波没啥难了。我们得靠这个轮子妈呀，轮子妈是核心啊，坏了啊，轮子妈得反手发挥点作用啊，哇，牛头这波还可以啊 ，Q 一我把伤害打满啊 ，OK， 给轮子妈加口血，升级 Q 到这个攀升，然后啊不能跳不能跳，跳就被一波了啊，没事，他们如果来杀我就让他们杀啊。Nice， 本来他们能一波的，他们能一波都不推啊，来杀我啊，守住守住，能吗？这波就是要故意往那边走，让他们来追我，让他们一波不了，知道吧？这个复活了还行，但是得靠他关我呀，啊，没办法，
哥你能发挥作用不，我真的最尽力了。这波就是如果他们直接去一波，我们是被他们推完的。往前走，往后退，往前走，往后退，可以可以，守住就好了，一切都有机会啊，一切都还可以有机会的。这波很做得很好，小龙直接给，小龙直接给，小龙要打也行，但是得队友来啊，队友能来吗？猛然冲击触发一下，队友能来吗？啊，我们五个人，他们啥也不在的。打打打，别怕。OK， 他们脱节了。WQE， 这波我们是有人数优势。来来来，小龙，来来，把小龙拿来，我们去大龙。他们有卡莎，可能会抓大龙啊。这波我得来大龙，这小龙被抢了就被抢了。这大龙我得来，不然等一下他们要抓，我没时间回家，我要做的事很多。OK， 守住大龙就还有机会啊！我们这把双射手后期很厉害的。中路兵线处理一下，中路兵线处理一下啊 ，W 一下 ，EQ 一下，他这个不能给我呀，得给轮子麦呀，得给轮子麦呀，给轮子麦呀，放个 W，OK、okay。啊，少了一个射手啊，秒了秒了 ，Nice。没办法，真的只能这样了啊，呵呵，哎，还行嘛，队友其实很认真玩了，那应该没了呀。卢仙不能一上去啊，宝啊，可惜了。但是队友在认真玩，所以的话，说实话，这把输了，主播都不会觉得难受，因为这游戏就是这样啊，这就是游戏的魅力啊。不一定说你认真玩了就你能赢，但是你如果不认真玩，逆风局你就没有任何机会，知道吧？输了是没那么重要的啊，结果固然重要，但是过程也很重要，知道吧？还行啊。Yeah.